在七月夏日炎炎的纽约，法拉盛市政厅即将在七月二十七日晚上6:30，北方大道法拉盛137/35上演一场由华尔街卫视主办的盛大庆典，纪念梅兰芳诞辰130周年与梅葆玖诞辰90周年的盛会。晚上好，我是环球云视大华新闻的创办人葛晨。我是华尔街周报的主持人姚安琪。咱中国人说呀，胡琴弦上听风雨，皮黄戏里看春秋。由华尔街卫视所主办的纪念梅兰芳先生诞辰130周年，纪念梅葆玖先生诞辰90周年的大型文艺演出现在开始。The performance gala of the 130th anniversary of the birth of Peking Opera Master Mei Lan Fang begins. 好，那首先呢，我们要请求主办方的负责人来进行一个致辞。首先请出的是来自华尔街卫视的主席 Tina 袁，以及何美汤，也是本会的执行主席谢怡珍。华尔街卫视的执行主席何美康的负责人，对不对？另外呢，还有这个华尔街卫视的副总导演张锡川啊，请三位呢分别致辞来讲话。张老师同时也是东西方传媒公司的董事长和 CEO。谢谢主持人，今天非常高兴能有机会在这里主办一场文化盛会。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华尔街卫视主办的纪念京剧大师梅兰芳诞辰130周年、梅葆玖诞辰90周年文艺演出活动。经过几个月的策划和排练，今天我们以最高形式让世界人民看到我们的华夏文化艺术之美。京剧大师梅兰芳1930年来美，以他的满腔热情传承华夏文化，得到了美国主流社会的热烈欢迎。我们作为华夏子女是多么的骄傲，今天这是一场围绕我们大师的霉运续长存，霉魂虚永驻，传承国粹，发扬民族传统优秀文化。谢谢大家。下面我第一次的亲自去向大家致敬。Distinguished guests, ladies and gentlemen, good evening, everyone.Welcome to the Cultural Performances event hosted by our Wall Street Satellite TV to commemorate the 130th anniversary of the birth of Peking Opera Master Mei Lan Fang and the 90th anniversary of the birth of Mei Bao Jiu. After several months of planning and rehearsal, today we let people all over the worldSee the beauty of our Chinese culture and art in the highest form. Peking Opera Master Mei Lan Fang came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1930 and passed down Chinese culture with his enthusiasm, which has won the attention of mainstream American society. A warm welcome. How proud.We are as Chinese. Today, this is the event that continues the charm of Plum Blossom around our master. The soul of Plum Blossom needs to stay forever, inherit the qualities of the country, and carry forward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national culture. Thank you all.
Ladies and gentlemen, good evening. My name is Matt Dong. I'm the CEO of the East West Media Group and also president of the East West Institute. Today, I'm very delighted to be here and also thank you all our distinguished guests, ladies and gentlemen, to come here and enjoy this great event. 女士们、先生们，我叫张继川，是东西方传媒集团联盟的主席，也是咱们东西方文化学院的院长。首先感谢大家今天有时间来参加我们这个纪念梅兰芳130周年的大型的文艺演出活动。也有从这个澳大利亚来的嘉宾，澳大利亚国家美术馆的李院长，也有咱们领事馆的教育处的那个孙女士，谢谢你们，也有咱们好多好朋友啊，谢谢你们，希望咱们演出成功，谢谢 ，Thank you。Hello， 大家好。在这里呢，我是梅元娜，我是Tina 的伙伴，还有我们的张主席的伙伴。我在这里感谢我们所有的今天来支持、来发扬我们传统文化的盛宴，谢谢大家。好，谢谢，谢谢 ，Thank you。各位都知道，梅兰芳先生在1930年访美演出盛况空前，历时半年，场场爆满。而且他的欢送会就是在纽约主办的，当时的市长叫 Jimmy Walker， 5000人参加了欢送晚宴。当这个纽约市长牵着梅兰芳的手走进礼堂的时候，那么全场起立，掌声雷动。那一次是东西方文化的一次非常完美的碰撞。可以说，东西方文化是有融合的地方。以前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在梅兰芳先生身上，东西方完美的打破了些障碍，组合到了一起。这是《纽约时报》当年的评论。太棒了，是的，今天站在这里，我们仿佛想起了当年的情景。以前是西学东渐，但是梅兰芳先生做到了中学西用。当年他曾经访问当时世界上的三大强国，美国、日本和苏联，在每个国家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轰动。今天在这里，戏剧宗师盖世风流，我们聚集一堂，不仅是怀念，更是缅怀和传承。那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节目，第一个节目就是梅园梨园花韵，对不 对， 对，可以改成梨园美韵。好，那掌声欢迎开场舞梨园花韵，谢谢各位，谢谢。那我先来介绍一下梅兰芳先生的一生当中啊，有3次出国访问，都把艺术的访问变成了外交的故事，所以他既传播了中国的外交，又传播了中国的文化。一个呢是1919年他访问了日本，盛况空前，可是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他却拒绝日本人的邀请进行各种演出，他反而演出了抗金兵啊、梁红玉等一些中国人抗日或者说这个奋勇抵抗外寇的这种故事。第二次呢就是1930年访美，第三次呢是1935年访问苏联，这个可是我们戏曲界和这个外交界的一次重大的事件。因为呢世界戏曲表演里边的三大艺术体系的人物在苏联莫斯科首次相遇，一个是斯坦尼斯拉夫体系，一个是德国的布莱希特体系，布莱希特在莫斯科观看了梅兰芳的演出，另外一个世界三大戏曲表演体系就是梅兰芳所代表的中国京剧艺术家表演群体，这是至今为止世界表演体系里的三大艺术体系。所以呢可以说梅兰芳的3次出访就是3次外交和艺术的成功的故事。哇，葛老师，我太崇拜你了，今天听了你这个我又学到太多太多。梅兰芳老师呢当年在我们美国的演出呢是形成了我们中国艺术家的一个新的流派，也受到双方政府的支持。今天在我们的现场呢，我们也非常荣幸地请到了中国驻纽约使馆教育处的孙凤收女士，有请孙女士上台发言。来，各位掌声欢迎，谢谢。
好，我们听梅兰芳先生的名字啊，很容易联想到是一个花旦或者是一个名伶。刚才呢，我也是依据这个我们的介绍说，孙凤说，我依据这个猜测了一下，没想到上来呀、啊，也是我们一位非常风流倜傥的绅士啊。有请我们的孙先生，掌声欢迎，谢谢。有请，现在大家对您印象深刻。I know it is not wise to stand between you and the performance. I will keep very short. First, it's my great honor to join you to commemorate Master Mei Lanfang and his son for his achievements and his contribution to the Sino-America cultural exchange. And the second, thanks and congratulations to our organizers, WSSTV,East West Media Group and American Adult Center for your efforts to promote and preserve Chinese culture and to promote the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last, wish a great success for the performance tonight and wish everybody enjoy your time here. Have a pleasant evening and good health. Thank you.好，谢谢，非常感谢哈。当年呢，就是驻美公使这个瑞恩师先发现了梅兰芳的演出，然后呢，有了让他访美的意愿。梅兰芳是美国大学的著名文学博士，当年他过来演出，其实就是为了学习一下中国的文化艺术体系。从他以后，这个中国的文化呢，才被美国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关于这段历史，各位，我给您个建议啊，有空去唐人街华人博物馆，有书籍、有图片、有资料、有详细的介绍，您可以去那里参观学习一下哈。葛老师来之前已经去仔细研究过了。哎，我研究过很多次了。太棒了，感谢您的分享。那今天我们也非常荣幸地请到了美国政府方的代表，纽约州州议员 Ron Kim 办公室的代表，有请。大家晚上好，我是纽约州众议员金对西办公室社区事务主任刘飞，很高兴可以参加很荣幸受邀参加这个晚会。同时呢，我要感谢主办方华尔街卫视、东西方媒体集团和和美康日间护理中心带给我们这么一个精彩纷呈的演出，感谢大家的到来，并且在此预祝演出成功。And also thank you, Flushing Town Hall, for this beautiful venue. Thank you.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梅子集团代表呢，要给我们这次活动的主办方，也是华尔街卫视的主席缇娜袁女士献花，有请。有请缇娜。好，有请梅子集团代表。谢谢。好，也请我们的摄影师对这个珍贵的画面进行一个定格。非常感谢。1930年来美寻团的见证人，他们是伴随着梅兰芳一起在美国纽约、加州还有芝加哥五个城市吧，那个一起巡回演出的陪伴，谢谢你们在这里。我同时感谢宋飞鸿老师，他带着祝贺送给我们在这个舞台，谢谢他。谢谢我代表我们的宋飞鸿老师给我们的缇娜小姐，让她圆满的办好我们这个晚会，祝愿她的晚会成功，谢谢你。同时也感谢宋飞鸿，也是一位非常专注于梅兰芳的纪念活动，下一次我也会去祝贺他。谢谢，一定。好，谢谢大家。谢谢。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开始今天的开场舞的表演了。他们是来自王慧莹、许志英舞蹈团队和聚声堂的舞蹈队的学生，来，各位掌声欢迎，谢谢。
好，谢谢啊。当年梅兰芳访美的时候，有一个美国重要人物没有看到他的演出，打电话邀请梅兰芳到华盛顿为他演出，但是梅兰芳先生拒绝了，他要保证其他已经定好的演出的场次。这个人就是当年的美国总统胡佛，总统亲自邀请被拒绝了。可是呢，我们今天有幸能够看到梅兰芳访美的艺术片段，请各位欣赏影片，谢谢。带着中国传统戏曲艺术踏上了访美演出的征程，这是一次跨越文化的交流，也是一次艺术的盛宴。梅兰芳先生的访美演出受到了热烈的欢迎，美国各界名流、好莱坞影星等纷纷出场迎接梅兰芳先生的到来。节目丰富多彩，包括京剧、昆曲等多种形式。他的表演风格独特，唱腔优美，动作细腻，不仅展示了中国戏曲的艺术魅力，也展示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给美国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纷纷被他精湛的表演所折服。他的演出场场爆满，掌声雷动，成为了当时美国文化界的一大盛事。访美演出是一次成功的文化交流之旅，取得了积极的成果。梅兰芳先生不仅向美国观众展示了中国戏曲的魅力，还促进了中美文化的交流与理解。他的演出让更多的人了解了中国文化，增进了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他的演出让更多的人了解了中国戏曲，促进了中国戏曲的传播。他的演出将永远铭刻在中国戏曲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成为中国文化的宝贵财富。为纪念梅兰芳诞辰130周年、梅葆玖诞辰90周年，我们华尔街卫视专题出版了梅兰芳访美纪实纪念画册，收录了访美演出的珍贵瞬间，敬请传看。带领中国戏剧走向世界，影响之深远，也影响到今天我们的华二代和华裔的优秀杰出代表。我呢，今天非常荣幸在现场听到我的偶像，因为我是他的粉丝啊，一位非常年轻的艺术家，叫做薛逸鸣。给大家说几个他的头衔：15岁的时候就在中文电视演唱比赛获得过冠军，参加过《美国好声音》的专场冠军，曾经到中国参加《好声音》的总决赛。因为某些大家知道的原因啊，椅子没有办法转才，这是非常让人遗憾的。但是今天在现场，他给我们带来的不光是好听的歌曲，更是我们戏曲的精华《扈三娘金歌》。有请。
来，薛玉宁请留步啊。跟我们主办方还有我们 Rankin 办公室的刘代表一起来合个影，谢谢。哎，薛玉宁原来是在美国这个中国冠军，是好声音冠军里边的冠军啊，美国冠军。我们也请领馆的我们的领事一起来上台合个影，谢谢。这是我们传承国粹、发扬民族的文化。谢谢大家的光临，再次感谢，我们的节目还是刚刚开始，我们后面有大量的精彩节目。谢谢，谢谢，谢谢。我们将会继续的做一些更好的艺术，发扬光大。好，谢谢。非常高兴啊，今天受邀请参加今天晚上这个华尔街卫视给大家给社区献上这么非常丰盛这么一个活动，庆祝这个梅兰芳诞辰130周年。那为了感谢 Tina 为社区做出的贡献，她一直为社区做了很多贡献。那在此呢，我代表时代华人杰出风云人物评价委员会，给华尔街卫视颁一个奖。非常感谢美国代表风云人物杰出人奖，一直在我们社区得到了很大的影响，为我们社区、为我们的杰出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在此我接受这个奖，非常的荣幸，谢谢。今天呢，因为江主席他江雨欣主席呢，因为他今天有重要的活动，所以说他提前离开了。那今天叫这个姓张先生，张先生代表。好的，让这个 Gary Cohn 的副总统代表我们向谢谢。我们有这样欣赏我们梅兰芳，他也为我们做出了很多帮助，谢谢，谢谢。哎，其实呢，这个京剧到目前这个现状呢，应该说呀，我们很多京剧人一直在很努力的这个戏呢在普及，因为西皮二黄都是当年流行的歌，这里边呢到目前为止也是中华的文化底蕴啊。海外的京剧界、艺术界呢，为京剧的发展做出了很多改革，比方说有这个林肯中心声光电版的京剧，有在纽约大学里边呢我们的外国名著版的京剧，有京胡交响乐。那今晚呢，您有幸看到另外的一个京剧的突破，那就是京剧芭蕾嫦娥奔月。这是由我们著名的中国芭蕾舞舞蹈家，也是芭蕾舞教师陈敏所编导的一个舞蹈。那他的这段这个芭蕾舞京剧芭蕾呢，曾经在2010年在世贸中心演出的时候，被世贸中心评为把中国京剧里边的舞蹈、音乐和服装完美的融合在欧洲的芭蕾当中，盛誉空前。请欣赏《嫦娥奔月》。
谢。啊，那接下来我来介绍一下哈，这个嫦娥奔月的编舞是著名的芭蕾舞蹈家陈敏老师。嫦娥的扮演者是来自杰弗瑞芭蕾舞蹈学校的安哲·卢卡什。另外呢，吴刚的扮演者是来自纽约芭蕾京剧团的京剧顾问，也是著名花脸翟宪忠。来，掌声鼓励一下几位，谢谢。我们纽约中国芭蕾歌剧团的京剧顾问，听请安哲为我们的客席当。好，谢谢谢谢。邵伟玲老师，来来来，我们著名的这个歌唱家哈，邵伟玲老师。好，谢谢几位，谢谢。好，那我们今天是高潮迭起呢，大观云集。接下来的节目呢，我们将欣赏京剧小燕，表演者是一级演员于向伟，也是我们的总导演，他将扮演吕布的角色。来自我们的徐淑芳京剧团。那我们徐淑芳大师啊，是当年在现场啊唯一见过我们梅兰芳老师的人，而我们的于向伟老师呢，是唯一见过梅葆玖先生的人。有请。Oh!
我们谢谢于宪伟老师哈，今晚呢可以说都是京剧大师为各位表演。于宪伟老师呢，他是中国国家一级演员，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毕业于中国戏曲学校，他也获过中国著名的陈长庚金奖，同时也是中国最佳的京剧演员。可以说呢，今晚您来了很有幸。下面呢还有一位大师要出现哈，梅兰芳先生曾经专门去看过他的演出，作为当年中国京剧界冉冉升起的新星，看了他的演出之后的梅先生专门到后台来问候他，说哇，我们京剧界后继有人。这就是著名的齐淑芳先生，来各位掌声欢迎齐老师登台表演，谢谢。Thank you.
只怕就是站出太阳，看我那众人皆把花扔，只怕不到日黄叶壮，只怕他靠近那一些泪中恨，不敢伸翅膀，只得就飞上了山。因为他的表演呢，至今还是我们样板戏的标杆，无能能够超越。接下来呢，我们再缅怀一下梅兰芳大师的另一项重要成就，除了将戏曲的精华保留下来，梅兰芳大师呢，也是我们古典舞的开宗创派之人。请欣赏接下来由白玉兰艺术团带来黄英团长以及他的团员们给我们带来一曲舞蹈《旧梦惊尘》。好，这次啊，我们非常荣幸能邀请到我们的京剧艺术家席淑芳，他在我们的社区从几十年来一直给我们心中的一个最好的神话，是一个小长宝。我们在座的很多人肯定都会演小长宝，包括我自己也是你的戏迷。谢谢您，我们尊敬的艺术家。啊，最后还有一个沙姜帮选段之斗，希望我们在座的人再一次来欣赏我们这一片段。谢谢你们。
好，谢谢啊。那接下来呢，各位要听到的是中国的一个最古老的剧种，已经有600年历史。可以说呢，京剧就有它的元素。京剧是乾隆50年的时候融合了徽剧、湖北的汉调以及呢昆曲和秦腔，然后呢才有了后来的京剧。到了这个民国的时候呢，达到鼎盛哈。那么这个就是昆曲，接下来呢是来自昆曲玉簪记里边的一个朝元歌，也是朝元令，这是各位可能写词的人知道的是九宫大成里边的一个词牌哈，曲牌名。那接下来表演的是来自中华戏曲社的朋友啊，他们带来的是来自600年的昆曲，也称为百戏之祖。另外呢，昆曲也是中国被联合国这个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在2008年的时候就已经评成非物质文化遗产了。所以呢，各位接下来有请旦角曲清、丁角啊声角丁颖来表演这段朝元歌，来各位掌声欢迎，谢谢。Thank you.
老先生的粉丝里啊，还不乏我们一位儒商先生，他本人呢一边经商一边呢传播中国文化。身为美国亨通集团的董事长潘维湘先生，同时也是我们美国华人作家协会的会员，他在疫情期间创作的大爱之歌呢曾经获得移民文学创作奖的金奖。今天他也来到我们的活动现场，为我们朗诵一首他自己创作的七律《追忆梅兰芳》。有请我们的潘维湘先生，有请。感谢 Tina 总裁带领华杰卫视立下了汗马功劳，让今天的演出非常的精彩。我在美国已经有37年了，一边当时是来留学的，后来就开始写作，一边做生意一边写作。而且我加入了纽约群体书画社，今天早上我们刚刚庆祝我们的会长一个诗集的新书发表，大家风尘仆仆从中国节又赶到这里来，所以说大家对中国文化还是非常热衷的。我现在写的这首七律是用了平水韵来写。立冰渡重阳，六月巡回八十场，莫道无人知赏识，但闻一票怨难偿。别寄项羽挥千泪，刺虎争鱼断寸肠。此时平台天地阔，西传中学破冰寒。 Then I will use English to translate this point. In memory of Mei Lan Fang, armed and prepared, he crossed the ocean wide. 80 performers toured in 6 months time.Do not say no one knows or appreciates. As tickets sold out, demand never abates. For where Kang Shuo Yu, Jiang Yu's tears fall. Zheng Yu stepped the tiger, her greed to show. A small stage in a world feels so vast. East meets west. An ice-breaking voice.Cost. Thank you, everybody. 感谢，有请我们的潘董刘部刘部。下面有请我们的东西方传媒文化公司的董事长张希衰先生，为我们介绍今天现场的其他各位文人雅士，包括我们澳大利亚华人画家李冠廷先生，有佳作要献给大家，各位准备开演了，以及我们的唐泽平，中国当代书法大家，为本次活动的特别题词等等。那么首先呢，我要有请我们的张希衰先生来为大家一一介绍，来呈现这些作品，有请张总。首先感谢我们潘维湘主董事长怀着他的热忱和热情怀念追忆我们的梅兰芳，为了这一次他不但做了诗，而且还背诵了朗诵了，所以在这里我们为他的这个热忱鼓掌。现在由我们的主办方张希衰先生介绍我们另一位大艺术家从澳洲过来，亲自献上了他的梅兰芳的画，所以有请。今天我们很荣幸能够邀请到从澳大利亚来的澳大利亚国家画院院长李冠廷先生。 He's one of the most famous Chinese artists from Australia. He's also the president of Australian Arts Academy. He actually 他专门为我们纪念梅兰芳130周年创意这幅作品，还有另外那个两幅作品
你能不能稍微介绍一下这个是好像是三个是三个高兴来到这儿，因为梅兰芳是中国一个有名的艺术家，让我感觉了有这种就是说想画，又因为我这个画让我从澳大利亚专门来到这儿。我对这个梅兰芳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我非常的喜欢，我也希望在座的各位能对我们传统的中国文化多关注一些，因为我这次第一次到美国，我下来可能会因为画我的画展我可能会很多次来美国，很高兴见到大家，谢谢。谢谢别走。Please play the video for the AB and also the calligraphy as well.Okay, so seems they couldn't find this the video. Okay, this is one. 唐泽廷, the great calligrapher from China, and he's actually also from Xi'an, Shanxi. Both, Mr. Li and also Tao, is all from our.City, including myself from Shanxi province. Yeah.请大家看看这个是写的什么，而且他写的都是，这是什么呢？哎，华尔街卫士，华尔街卫士，他主要是集这个篆体和。甲骨文在一块自创的，他的就是刻章子的话，一个章子最少五万，就是在咱们全国中国世界很有名的啊，谢谢您，谢谢。我相信我们还有一位书法家愿意在这里给我们献上一个书法。请上来，也是我们的特别顾问，华尔街卫视的特别顾问。今天他带着这个梅兰芳130周年的诞辰之日，谢谢您的用心。好的。哇，我想要。梅韵百年流芳，是不是我们的书法家？太棒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字画，这是对我们的华尔街卫视的一种勉励，让我们多为这个社区多做文化产业，让我们这个社区传承我们的国粹，传承我们的文化。好，谢谢啊，谢谢。刚刚呢，这个朗诵了一首诗，纪念梅兰芳。其实关于诗歌和梅兰芳之间还有一段佳话哈。1924年，印度著名的大诗人泰戈尔在北京开明戏院看了梅兰芳表演的《洛神》。第二天呢，在这个文化界的晚宴上，泰戈尔看见梅兰芳之后，就在一把扇子上用孟加拉语题了一首诗。然后赠给梅兰芳先生，他说呢，我认不出你，亲爱的，你用陌生的语言遮盖着你的容颜，远远望去就如同云雾缭绕的峰峦。然后梅兰芳先生听了之后呢，立刻用《洛神》开场的四句呢，也写了一把折扇送给了泰戈尔先生，是徐志摩用英文翻译给他的，所以。这段佳话是文化界的一段盛世，
梅兰芳先生可以说呢，他不仅是京剧艺术呢独树一帜，同时他也在中外的文化交流上有了非常多的可圈可点之处。我们下面是不是用最热烈的掌声再一次送给梅兰芳大师，好不好？以表达我们的纪念哈。那接下来呢，是由中国的青年舞蹈艺术家于建怀所编导的一段《贵妃醉酒》的舞蹈，来，各位请欣赏。
再次感谢我们的于俊奎老师以及我们的张美容团长和陈燕副团长的精彩演绎。欣赏完贵妃醉酒的魅力啊，接下来我们来领略一下千古传唱爱情嫁花的悲凉。有一段流传了1600多年的爱情故事，至今呢仍是我们中国的四大民间传说之一，在今天呢将被以中国传统四种戏曲的方式来进行表示。今天将我们领略由越剧形式带来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欢迎一级演员严美英老师与吕文林老师，有请。Thank you.
中，今天没有小蜜蜂，我们又拿了手上，又不好唱又不好奏，请你们原谅。好，谢谢啊，来热烈掌声送给两位老人家好不好，非常不容易，他们提前很久就办上了。各位知道这个唱戏啊，如果早早的办上是很累的一件事。我曾经和绿小玲总，他是提前两小时就开始热身，然后呢扎头扎腿哈、啊，这个非常非常辛苦啊。那接下来呢，为各位表演的是千古一醉京剧舞蹈，表演团队呢是来自何美康日间成人护理中心，领舞呢是吴传玉。跟各位介绍一下，这支表演团队平均年龄75岁，来各位掌声欢迎，谢谢。
不朽，千古一醉就在今夜。来，我们的掌声再次送给这群平均年龄75岁的老艺术家们，感谢感谢。千古一醉是那么的优雅，让我们深深的动容。接下来我们来点鹦鹉之气好不好？有请东西方文化学院的张锡川教授，也是我们今天活动的主办方之一，给我们带来一个武功表演，舞剑，剑气逼人，各位坐稳了。造像、东方之美以及古典之美三幅作品呢，也为您助兴，请您来介绍一下好吗？好，
我现在来搬个椅子吧。于孝伟老师，在周导演在三个礼拜，给我指点的，谢谢于老师。这样，OK， 来 ，music please play 8A。六福聚的守门，这个李先生专门为这次纪念梅兰芳130周年亲自创作，谢谢。Music the background please A music please video。好，行，好，你往旁边走一下，让他看看这个，这样谢谢啊。对，还有两幅，这个是我们李先生他的一些作品，请大家慢慢欣赏 background。我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有这个三幅画，刚才咱们看了第一幅画，它起的名字叫京剧人物梅兰芳造像。下来这个，请大家欣赏，这是第三幅作品，叫《古典之美》，梅兰芳先生。好，下来再欣赏第三幅作品，stop there. Still 8A, you can repeat the 8A. OK, 这个他起的名字叫第二幅作品是东方之美，梅兰芳先生。对，他的作品从来没有重复的。好，谢谢，再次感谢大家，谢谢李院长，谢谢李院长，澳大利亚国家画院的院长，咱们中国著名的画家，他不光是人物画，山水鸟物都可以，这是全才啊，在世界上很难得啊。再次感谢，希望大家能够看到他的几个作品，看看大家能不能，刚才让人家给大家看一下这几个字，什么字呢？实际上这个字儿现在咱们叫修养，身姿高贵，技艺世人仰慕，就是赞美梅兰芳先生的绝技，一定世人仰慕。谢谢大家， Thank you very much。 好，谢谢啊，我们谢谢张一双先生。其实呢，中国人在鲁迅和胡适的时代啊，一笔好字
两口西黄，能拉能唱几段西皮二黄，是当年文人的儒雅的标签。那至今呢，有很多仍然有此雅号哈。那接下来是由纽约聚生堂艺术学院校长梁琼一带来的京剧《梅花赋》，来，各位掌声欢迎。三位京剧艺术大师，齐淑芳先生，还记不记得我2003年葛神脱口秀才艺大赛，您带着谭小雨哈谭派的后人就为我们助阵哈，非常感谢。那还有呢，于向伟老师、翟宪忠先生一起到舞台上来表演这段沙家浜的选段，好不好？好的 ，Final Play Modern Play Fighting of Wits。好，掌声欢迎。
人的。李冠的敬仰当初老子的队伍，才开张龙宫才有十几个人，骑马挑枪与皇军追得我是晕头转向，多亏了阿青草，他叫我水缸里面把身藏，他哪里提壶寻水，面不改色无事一样，轰走了东洋兵，我才躲过打了一场，死这样救命之恩终身不忘，安虎谋将一起中当保长。这点小事儿您别常挂在嘴边上，那我也是急中生智，事后您猜怎么着？怎么着？我还真有点后怕呀。哎呦，香烟忘了，我去拿香烟去。参谋长，胡司令，抽一支，抽一支。Bye.
谢谢，接下来呢是全体演职人员谢幕的时刻哈，音乐可以放紫竹掉，是不是？我想呢，有这三位艺术家在最后压轴，各位算过足了戏瘾啊，非常非常感谢，来所有的演职人员到舞台上一起来谢幕，谢谢各位，谢谢，所有在还在现场的演职人员啊，谢谢。好的，也再次感谢我们今天活动的主办方，华尔街卫视主席 Tina 袁，东西方传媒集团联袂主席 Matt John， 和美康成人中心总经理 Marina Lu。也感谢今晚的这台戏的总导演于向伟先生。来，我们现在所有在现场的演职人员都在舞台上来进行谢幕哈，谢谢，非常感谢。啊，请到中间，谢谢。好的，纪念京剧大师梅兰芳诞辰130周年，梅葆玖诞辰90周年，大型文艺演出今晚顺利闭幕。感谢各位的光临啊，非常感谢各位的光临和支持，谢谢。Last close song, please.我看很多观众啊，还是有点意兴意犹未尽啊。我们很期待还有很多系列的演出，华尔街卫视 Tina 袁主席呢将继续为我们推出，请大家继续关注，还会有其他更多精彩的晚会。由于我们这些专业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在纽约生活，所以呢也培养了一大批我们的老戏迷啊，他们非常喜欢京剧，非常喜欢昆曲、越剧。中国的戏曲能在纽约百花齐放，这也感谢所有在现场的表演艺术家们，谢谢他们，谢谢。我代表主办方再次感谢各位的光临，谢谢大家。好，谢谢，请各位在回家的路上注意交通安全，谢谢各位，谢谢。谢谢。啊，有大家希望跟演员照相的，现在也可以，登台一起合照啦，谢谢大家。